很像立可带那样子，对，然后不会沾手，你还可以画痕迹，很便利。然后我一定要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，手作老师其实他们什么东西都可以变出很棒的那个劳作品来，所以他们家应该，你家应该超乱的吧？还有教室还超乱的，因为老师他们就是像有一些小物啊，都会把它收集起来，这种对啊，像手机吊饰啊，对，之前就是那个 mini。数字便利商店哦，数字便利商店的，然后像这种，像我们收集数字便利商店的这些东西，可能都只是因为喜欢 Hello Kitty 或是喜欢某一个他们推出的那种卡通人物，但是像马妹老师特别把它收集起来，就是因为哎，有时候你可以帮宠物做铃铛啦，有时候你可以做自己的吊饰啦，都有很多的用处。是啊，嗯。真的，老师的百宝箱要学起来。好，马妹老师现在开始做缝纫的动作了。对，我们这个就是如果有裁缝机，就是我们就是四周把它绕一圈就可以。那没有裁缝机的那个观众也没关系，我们就用平针。平针缝就可以了。所谓平针哦，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名称听起来很难。平针就是你平常怎么缝衣服，那个针就叫做平针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不要紧张，就是用平，因为我们这个东西是可以就是更换整芯的做法。对。那如果说你是像之前那个不是更换整芯的话，可能你就要用回针缝，因为不然棉花会凸出来。嗯。那因为我们这是更换整芯的，所以我们就用平针缝把它缝一圈就可以了。平针就是缝的。那个有点歪七扭八也没关系，哎，尽量还是直，尽量还是直，对对对。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是缝在里面，然后等一下又会用棉花调整，所以对一些初学，如果你缝不平的朋友来说也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平针缝不平的话，是不是也是要用先用尺画？对，那你就是可以沿着旁边的话，像比如说你就可以沿着旁边，然后留差不多四公分左右的缝份，我现在可以示范给大家看，所以我们留个。四公分缝份就像这样子哦，然后我们就是沿着这一条线直接画下去，我们就直接。所以这个很好用哎，它就是让你粉土，就是让你做记号用的。还发现马妹老师连这个也都有留起来，这种小物。对，因为那个到时候可以做一些点缀啊，装饰品用。哦，这个比刚刚老师啊，就是在还没有开始录影之前，老师有特别介绍这个笔很神奇。这个笔就是也是跟那个粉土一样，是做记号用的。可是因为粉土有时候画上去你可能擦不掉嘛，然后这种笔就是，老师我可以画这吗？可以啊。你画上去之后错了，对不对？没关系哦，你把它反面这样子涂掉就可以了。这就消失，就叫做消失笔。所以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在做那个手作的时候啊，你如果好像觉得你这样子会画错啦，或者是说你画完之后不希望留痕迹的话，就要用这个东西。这个小朋友应该很爱玩，我觉得。对，消失笔消失。因为有时候我们用这种粉土笔的话，颜色深一点，有时候会不容易洗掉。那如果说你的作品又是要花很多时间去做的话，有没有好干净哦？请问一下，我如果沾到咖啡渍的话，也可以用？哦，不行哦，这个就只限于它的那个另外一头而已。不小心沾到咖啡渍，想说用消失笔可以让它变消失吗？好，四边都用平针。其实这个真的动作上面是非常简单的，对不对？对。老师其实15分钟还是有点压力。不过我觉得自己在家哦做一些这种缝纫，像以前呢，大部分的人都是会像我们那个念书的时候就会织围巾，对，织围巾给自己喜欢的男生。但是其实啊，有时候这个夏天的时候围巾你就好像不是很实用，不是很便利，或者是像秋天的时候可能就是还没有那么冷，这时候你就可以做抱枕类的，我觉得送给自己喜欢的男生也蛮好的。好，然后最后收针。对，那我们就打个结，然后就可以把它剪掉。好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翻过来了。这时候呢，其实只要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啊，那个背面的布把它有排好的话，这时候翻过来它就会直接呈现有一个这样子的空
就是可以塞那个那为什么我们要把那个 T 恤的下摆摆在下面，就是因为我们这样有比较漂亮的结尾。了解，因为这个是人家已经帮你缝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小技巧，小 paper 要记得了。好，那老师现在我们是不是要开始塞棉花？老师刚刚说，如果你真的在缝的时候没有非常的完整，或是没有非常平的话，其实你可以再透过塞棉花的这个动作把它稍微修整回来。所以塞棉花应该也有一些 paper 吧？对，因为我们这个啊，这种做法其实是塞整颗的整心。嗯，那因为塞棉花其实还有一些小技巧，我现在就用这个来示范给大家看。好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是缝这种的话，你塞棉花要注意老师的技巧。对，那如果是这种可换整心，我们今天做的话，你就是买整心整个塞进去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平常有时候去买棉花的时候，它会像这样子两大坨。对对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枕头的话，我需要的分量其实有这么多。嗯，那其实你塞棉花的时候，其实很忌讳就是你一坨一坨的塞，因为如果你一坨一坨的塞的时候进去的话，你这就会跟着里面一坨一坨。对，所以我们这时候棉花它其实已经变好几坨，那我们怎么让它结合？就是我们就这样拉一拉。哦，有点像人家做羊毛毡的时候，你要抓一抓，抓一抓，抓一抓。对，那这样以后它就已经变一大坨了。嗯，而且会有蓬松感。对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是一起把它这样塞进来。等于说两三坨，你把它结合在一起，然后再抓松、抓松、抓松就对了。把它让它变成是一坨，然后再把它塞进来，让它们变成一家人。对，那塞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慢慢的调整它的四个角。嗯哼，这有点像我们在装棉被的时候这样子。对对，就是四个角要先抓好。对，然后抓好了以后，再把它。那我们尽量就是你一次就抓到有至少有70%或80%的分量，嗯，那如果你觉得不够蓬的话，到时候我们再来那个补，就比如说我差不多像塞成这样，那如果你觉得感觉好像不够蓬的时候，我们再来补中间，嗯，一定要把四个角一全部都弄好。Paper 就是先把四个角弄好，然后对，然后我们再把补中间，对，哦，就是补中间，那好。那如果对，那如果比如说你现在你要做的抱枕，因为我们这个算是午睡枕，是小的趴在桌子上面的。那如果你要做大一点的话，那这开口不是会有点洞吗？对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缝一个扣子哦，就可以了，再加一个扣子。对，如果是大一点的那个午睡抱枕头的话，就可以加一颗扣子。好，这个是老师今天为大家示范的，就是如果你不要的 T 恤，你可以把它变身成这样的轻松抱枕。今天15分钟的居家生活一样成功喽。